200个人四色，波叔，第九线，泛珠三角邀请赛，7月9号。泛珠三角啊？嗯。哦。靓咧呢个名字。好、哦。好、哦。唔系啊嘛，跳晒落去啊！瓜晒啊，唔系啩？响到，有响，有响。冇事，冇事。佢一阵 DQ 佢咯。跌咗未噶？跌咗，跌咗。但系呢个偷条，中间嗰个一定系偷条。嗰个而家佢慢慢游啦，知道。揸高啲先。运动员介绍。林道林建功中大以前吴建宇啊林荣广州第一线定线哦是不是还是早啊波叔37秒8137秒81中大以前五道吴文斌国师汤勇六道黄永刚巨师队七道袁出小兰以前八道巨师队九道陈景光香港建陈继波喺度望下望下望下后边嗰啲线，因为陈继波啦，第四项男子组是64岁的一分0.05秒74，第二潘伟图律师队1分08秒14，第三名韩玉成虎门冬泳1分19秒18，第四名陈伟健香港健儿1分23秒77，第五名罗云欣广州童话1分27秒39，冇时间。第六名周文强香港健儿1分38秒28，第七名张七敏广东凤枪1分41秒10，第八名陈江强广东凤枪1分46秒28。男子55至59岁组100米自由泳，第一名李龙战小兰泳协1分06秒88，第二名于希凯律师队1分21秒93，第三名何少勇广州西江1分22秒22，第四名卢润荣。都是没时间，没分段时间。李朝明，广东凤香，1分25秒54。男子60至64岁组100米自由泳，第一名严建明，中大泳协，1分09秒37，第二名。车坛中大泳协1分25秒76，第三名陈胜友惠州东泳1分26秒97，第四名陈庆林广州石滩1分30秒49，报告3分08秒03，广州西江1分。